这里我们就来跟各位报告如何韬晦涵养，尤其是我们修行的。那我来引用呢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所印祖所提到的这一个人，我们以前呢在讲座里面有提过他，就是呢显因法师啊。老和尚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善知识也是我们的善知识，恶知识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第三个就是自己。显因法师呢，显因法师他是1902年到1925年，他只活23岁而已。他是近代的僧人，江苏省崇明县的。他呢用功勤读，学业优异。他17岁的时候，他就离浙江宁波关中市地贤老法师出家，17岁就出家了，所以他23岁往生，他真正学佛6年而已。然后在五雷山呢受寄足戒，入关中学社授业。当时地贤老法师创办一个关中学社，有一点类似像佛学院，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关中学社。这个地贤老法师是我们天台宗的祖师啦。跟我们东北的谭熙老法师跟地显老法师呢，在近代的天台宗体系呢，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修行者。他们学习天台教观。20岁的时候呢，担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的总编辑部主任，编辑部的主任。然后呢，他专制修习密宗。他1923年东渡日本，入日本高野山大学，从金山木昭阿舍里学密法。1925年春天学成归国，到宁波见地显老法师，地老叫他闭关用功。老法师都是很有智慧的啦，他知道他这个弟子他的长处在哪里，他的毛病在哪里，他都知道，所以他叫他闭关。但是呢显因法师没有听进去，后来到上海那一年的夏天就死掉了。显因法师他当时往生的时候呢是23岁，印光大师有专门写一篇文章给他，叫赴显因法师书，他们之间有书信往还一篇，在印祖文钞里面有这一段。他说呢，接手书不胜欣慰，坐下树根深厚聪明过人。然后这个印祖也赞叹他呢，他说哎呀你的根基非常利啊，不几年，他说你只要不用几年啊，你对宗跟教，宗呢就是禅宗，教就是教下，一密都可以通达。印光大师这么谦卑怎么说呢，他说恨光老矣，他说我老的啦，不能学坐下之所得，我不能在你坐下修学。你看印祖这么谦卑啊，唯望坐下从此真修实证。印祖说呢，我希望你呢能够真修实证，走台密二宗呢当大正振兴你，那么天台宗跟密宗就可以大复兴了，大振兴了。他说你现在年纪尚轻呢，急于韬晦立修，就是这里讲的韬晦涵养。韬晦涵养，印祖告诉他你要韬晦立修，待其涵养功深，等到你涵养到一个相当功夫的时候，出而弘法，你如果出来弘法，其利乎矣，那么这个利益就大得不得了。聪明有涵养者做成法器，如果你能够天资非常好，立根的，而且你的修持涵养非常的深，那么可以成为佛门的法器，法器就是弘法人才。没有涵养的，你所做的你所说的，如果对你自己或跟法不相应的话，而自己没有发现，你会自己没有发现。他说呢，此光去其一生，这是我
印光呢一点小小的一个诚心呢来供养你。了道师以来，悟念春风一已，是其宝重调色，当务要尤其。当时呢，这个信来的时候呢，那个显灵法师已经生病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春风一已，就是说你要好好保重的啦。人生难得今已得啦，人得意的时候呢，不会太久啦，风光的时候也不会太久啦。他就是春风一日日人呐、啊，其保重调色，你好好保重啊。当务要有喜啊，你知道这个当务要有喜是什么？你要知道病根在哪里呀、啊？你生病会去找药医呀、啊，那有烦恼找什么？找智慧啊。你知道找药在哪里，那就恭喜你，你病好了，你烦恼可以消除了。这叫做当务要有喜啊！啊，此函未属连列。这一篇文章呢，这封书信没有写连列，但是看到它的内容呢，应该是显灵法师离开日本归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身染疾病。那么，印光大师呢，以长者的身份对显灵法师爱护关切备至，加冕开示数语，皆是语重心长。可惜呢，显灵法师学贯宗教，深通显密，他不能够领悟印光大师这个寥寥数语，具有夭折，可悲也。年纪轻轻只有23岁就死掉了。他如果好好听进去印光大师的开示，他会涵养，去闭关潜修，那可能他是佛门的一个法器咯，也是佛门的龙象咯。那么印光大师另外有一篇函呢，写给傅恒建法师书里面提到，他也提到显灵法师，那时候显灵法师已经往生了。那么大师在哀痛怜惜之余，他讲出这个重点出来，这一个重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包括在家跟出家。印光大师怎么说？显因天资甚高，显密之中皆得其要领。他说他的天资非常的高，他对通宗通教乃至于密宗，他都能够抓到那个要领。但你自上浮夸，可是他的习气非常的重。浮夸就是喜欢表现，喜欢名望啊，不悟真修，他没有真修啊。此时呢，显命之意不得力。他死的时候呢，显教跟密教通通帮不上忙啊，得不到利益啊，也就是说没有功夫了。念佛之事相位以位，他念佛的功夫都没有啊，他不能够体会啊，也就是说没有功夫成片了，亦不得力啊，也没有功夫啊。虽有多人为其助念，而自己已糊里糊涂的不省人事，那么应该是显灵法师当时是昏迷的，才说是糊里糊涂不省人事、啊。此可谓年轻之聪明人一大警策啊！这个可以作为年轻又聪明的人一个警策啊！良有显灵法师，天资虽高，气量过小，他心胸不够宽大。无韬晦涵养之真修，就这里讲的韬晦涵养。他没有韬晦涵养的真修的真功夫啊，有金章夸禄之造性，没有定功，造性就是很浮动啊，他坐不住啊，他定不下来啊。像我今天是假日啊，我就在楼上备课啊。我就可以泡一壶茶，我就可以用一天了。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可以看。我们就在学习印祖讲的韬晦涵养。虽然我们不能够达到真修的境界，但是怎么样可以把那个金章夸禄的造性把它降下来？那么假以时日，你的定功就会现前。
那么大师呢，印光大师在这个函这一封信里面，他指出一般人不能够接受认真长时间念佛的辛苦。有很多人就说这样，哎呀，在那边蹲一天两天打一个佛七、啊、太辛苦的了，长时间念佛是辛苦。印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此本非苦，他说这个念佛不苦啊，以一向不惯，因为你不习惯啊，所以为苦啊。但是印光大师说此苦乃吃苦之苦啊，你能够忍受这个苦，才离开人生三界轮回的苦。出苦之苦是什么？你要怎么离苦得乐呢？你现在烦恼很重，你现在人生不如意，你现在有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的八苦，你怎么离开这个苦呢？出苦，后面那个才是大苦，轮回才是大苦。眼前这个是花报，你在八苦这里面呢，求不得、爱别离，这个是你看得到的，现在感受的苦啊，五蕴烦恼苦啊。那三界还在轮回呢，你这个苦受完，还有下个苦在等你呢。这个就这里讲，你能够忍受念佛的这个苦，但是因为什么 你觉得念佛是苦呢？因为你还没有怎么样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生死心不够切，你不了解苦空无常无我，你不了解大般若经里面讲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你不了解《金刚经》里面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还没有看到无常来，等到无常来的时候，你身体也没有了，你修行的机会也没有了，你所有的钱财都带不走，你所有的房子都带不走，你所有的器件都带不走，那个时候要后悔都来不及了。那才是大苦。所以呢，印祖说呢，若不能忍受此苦，则将来之苦概有说不能尽啊，意味深峻啊。那后来印光大师在文章里面又提到了，他说看显因的死呢，显因法师的死，远不如一夫一妇啊。显因也许他的佛学之见不错，显因所知呢，非一夫一妇所能契及，可能一夫一妇说不出来，但是一夫一妇所修持的功夫，真修的功夫，又不是显因法师所能跟得上的，所能契及就是能跟得上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印光大师说，性水澄清，有分别而分动，世波崩涌，因佛号以平拟，故至上智不如下矣，弄巧成大拙。我们这个自信，因为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次，本来是清净非常澄澈的性水澄澈，本来本质清净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之所，因分别而分动，住相生心了、所以从一念无明生三系以后，有能见相、所见相，就有六处了，那就四波崩涌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烦恼虽然这么多、这么重，但是因为这一句佛号六处洪明，因佛号已停离啊，而停止了。所以修持到后来呢，上智不如下矣，弄巧反成大拙。印光大师呢，用显因法师跟一夫一妇做对比。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特别引用显因法师还有印祖的开示来阐述呢，韬晦涵养要怎么去做，那么各位就很清楚了。我认识一个企业家，深鸿昌的董事长江董事长。
那么他女儿呢怀孕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踢得特别厉害，那害喜。那江董事长呢，他有心喜呢推《弟子规》跟《了凡四训》，还有《泰山感应篇》。他就叫了女儿，他叫了女儿说呢，你跟你的胎儿，跟你的儿子呢，用意念沟通。他女儿呢，就用他爸爸的方法，讲《了凡四训》的故事，讲《泰山感应篇》的道理，他就对胎儿讲话。他说：“你稍微忍耐一下，妈妈讲故事给你听。”就讲《了凡四训》里面的道理给他听，因为他都有翻译嘛。他就他爸爸就教江董事长就教他女儿练那个里面的道理给他孙子听，就他那女儿的儿子，那个小孩子好像听懂。他妈妈就讲了凡四训道理，在讲那小孩子就乖乖在那边听他妈妈在讲话。为什么？因为他有灵性，有见闻觉知啊。我们一直认为说婴儿没有见闻觉知啊，那没有见闻觉知，你现在长大，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甜的，那个是酸的，那个是甜的呢？那婴儿一出生还不会讲话，他肚子饿为什么会哭闹呢？他有见闻觉知啊，所有一切有情都有见闻觉知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啊。他怎么没有佛性呢？佛性就是见闻觉知，本质清净，本质具足啊，本不动摇，本不生灭。他当婴儿，他没有灭啊，他具足啊，他没有动摇啊。所以我那个江董事长的，我那个朋友江董事长啊，他就教他女儿读《了凡四训》跟《泰山感应篇》，还有朗诵一些经文给他的这个他女儿的这个胎儿听。他胎儿自从开始听这些圣贤道理以后，从此就不再踢他妈妈的肚子了。胎教是什么？持钵的影响，念力的影响。所以老法师这里讲啊，思想要纯正啊，就是能够清净啊。你读圣贤的道理，不管是你读《了凡四训》，你读《泰山感应篇》，你当下念头就是跟圣贤在一起啊。如果你读《普门品》，你读《无量寿经》，你读《地藏经》，你就是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啊，你的念头就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读无量寿经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样，念头自然清净了。那读经的时候不就能够挥礼勿视吗？读经的时候不就能够挥礼勿听吗？读经的时候不就能够挥礼勿言吗？你就不会看电视啊。尤其像现在台湾的电视媒体这么发达，或是手机电脑的污染，到处都是那个淫色的新闻，杀到淫妄的新闻，胎儿怎么会安定呢？那个磁波不好啊，那个磁波有毒啊，有贪嗔痴慢疑啊，小孩子怎么会安定呢？胎儿怎么会安定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依圣贤的道理来教育小孩。这个我用一个故事来给各位听，就印证这段经文的奥妙。也就是说，一定要经过四相上境界的考验，没有经过三恶八合，你不知道忍住是有多么不可思议啊！也就是说，你如果经过三恶八合，如果善的力量大过于恶的力量，你才知道说，哇，这个忍是充满的智慧呢，忍是充满的不可思议的妙用呢。就是人之之妙。但是如果没有善恶包，你如果没有善的种子在里面，比如说你听经闻法，你念佛功夫，如果你没有这些善的力量
盖过你恶的力量。你知道我们恶心者是26个，善心者才11个，白法明门里面这样讲，恶心者26个。所以怎么样，你起恶念的机会大于善念的机会啊，一定报复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我们看新闻报道，世间的这些因果事件里面都同归于尽，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没有善的种子，没有布施的功德，没有布施的福德，没有积功累德，没有善知识的劝化，没有听经闻法，没有拜佛念佛忏悔，没有行善，他当时善没有种子啊，那就会毁一旦了，同归于尽了。啊，我认识一个修行人，这是真实的故事，他是某某功德会的委员。啊，他先生中风，那这位师姐呢，本身没有很大的智慧，他也没有开智慧。那先生因为中风嘛，你看没有智慧就是会愚痴啊。他先生哦，人老呢。啊，心不老，因为他先生没有学佛，所以就是世间人的习气很重。那怎么样？因为人一旦中风，行动不方便，躺在病床上就很无聊。他也不听师父讲经，也不念佛，也不听经闻法。他想说先生无聊啊，要去做善事啊。他竟然给他看哦。那种不应该看的电视节目，哈，我们一般讲叫在台湾来讲，就是说限制级的电视节目，这种剧情，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啊，这个淫逸的那种影片。好了，他又偏偏请了一个外老在照顾他的先生呢。那么有一次就看他的先生他师兄呢，就跟那个外老牵他的手，就摸他的手呢，大概是外老拿东西给他主人嘛，他就摸他的手，他看了以后的这个嫉妒心就生起来了啊。然后看了好几次以后，他就有一点点怀疑了。那有一天呢，他早上要出门，早上他出门以后呢，他就想说我先生会不会利用我不在的时候跟这个外老有什么这个勾搭，或是有什么这个邪胆的行为。他就拿了一把菜刀，那就跟他先生讲说，我出去收善款啦、啊。因为他去收善款就是要做善事的那个善款，他故意在门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要出去收善款啦、啊。其实他没有出去，他总是又走回来，躲在门后拿了一把菜刀。他想说，如果等一下他先生跟那个外老有什么不正当的勾搭行为的时候，他菜刀就要劈过去的。结果他这边反观自照，就是这里讲的善恶两面对刊，他就这么想，他说如果我把这把菜刀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把它杀下去的时候，明天报纸登出来说某某功德会的某某师姐，某某师父的弟子某某师姐用菜刀砍死他先生，他说那这还成何体统呢、啊？他说我是一个邪佛人，怎么落得这个下场呢？这一念回光返照，生了一个忏悔心跟惭愧心，他就把菜刀放下来，他就忍下来，忍下来以后就清凉了。再仔细一看，也没有怎么样啊，疑心生暗鬼啊，多疑心，我们的习气啊，就这里讲会善恶两念对看，断不知忍之妙、啊、他忍下来了，对不对？这个当然，这个还有很多故事，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解释。这个善恶两念对看以后呢，才知道这个忍住有多好。就这个意思是这样。